自大 S 突然向媒体透露自己可能已经怀有一个多月的身孕后，14号下午4点多，有台湾地区媒体记者看到她与老公汪小菲现身书店。当天，大 S 身穿一件白色宽松衬衫，外观虽然看不出怀有身孕，不过她脚踩平底鞋，似乎十分注意安全。大 S 在店内认真翻阅怀孕、育儿等相关书籍，不知是否已在为准妈妈做准备了呢？